祝全天下的母亲5月5号下午，为感恩顾客的大力支持，一路相伴，施妍丽美颜养生会所周年庆典举办感恩母亲活动，为10位妈妈免费提供脸部 SPA 和经络排毒。不久前获得非凡母亲表彰的核桃市市长苏王秀兰代表母亲们接受献花，并祝愿母亲们永远美丽和快乐。光临现场的母亲们品尝着精美的茶点，沉浸在温馨的气氛中。施妍丽美颜养生会所创办人乌素斐代表施妍丽全体员工向到场的妈妈们献上康乃馨，并赠送美容卡，以传达对全体母亲的爱与感恩，以及对母亲最美好的祝福。施妍丽美颜养生会所推出了5月温情大放送，我们给妈妈免费的来做一个脸部的 SPA 和免费的脸部经络排毒以及身体的经络排毒，希望妈妈永远健康美丽，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成立于1年前的施妍丽美颜养生会所坚持诚心诚信和热情服务，事业不断发展，这次举办的母亲节感恩活动也是为了回馈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这个施妍丽诗般的美丽，要让我们全天下的父母们，尤其是妈妈们，在这个母亲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呢，你们要记得拜访我们这个施妍丽，她会让你更有精神更美丽。今天施妍丽能邀请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然后我们也是很开心，因为能够如此愉快的体验那个施妍丽在这里的所有的那个疗程啊，或者是就是这样。但是今天给了我们一个惊喜，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施妍丽不仅仅是一家美容会所，它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它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融合在了一起，非常高兴。华夏电视台记者天普士采访报道。母亲节